太保压死过文侯猫，而太保身来讨略高，三太保上山擒火豹，此太保压死过狼的叫，五太保李勇开山坡，五太保上阵挂白袍，七太保银枪更奥妙，八太保能使偃月刀，九太保双剑抓得好，压在过新竹包，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，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，一个高比那一个高，哪怕那黄巢兵来到，不与他相对象来
你要将他捉拿。